一个糖混淆。那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中式蛋堡。今天做的？就是刚做的。还要一个中式蛋堡吧？总共多少钱？一共四块。十块钱？四块。十五块钱？四块钱、哎、哇塞，这么便宜。火腿它是三块，那个糖火烧是一块。转过去了、哦、谢谢啊。好了，不客气，再走。好嘞，先要尝尝这个鸡蛋堡。嗯，哇，挺棒的，有火腿是面包里面有的，还有这个是糖火烧的。嗯，这个稍微甜甜的，有麻酱的味道。哦，这有老北京炸鸡。您吃吗，哥哥？我要来个鸡翅吧。鸡翅吗？嗯。哦，好嘞，转过去了啊。哎，好嘞，好、啊，谢谢啊。这里也有好多人排队，宫门口馒头铺，还这是创始人店呀。我要大枣馒头，买了大枣的，这个要跟炸鸡一起吃啊。我要在这里吃，这个是我刚点的炸鸡，还有大枣馒头，尝尝这个炸鸡。嗯，有毛菜我们这个炸鸡皮是脆脆的，炸鸡配大枣馒头。嗯，大枣是甜甜的，然后馒头里面也有大枣的味道。一口炸鸡，一口馒头，相当不错。我吃饭的时候发现这边有很多旅馆和宾馆，然后前面这个是便民晾衣。哦，这边是个小胡同，出毛阴胡同。阿姨，这个胡同叫什么？叫厨子阴胡同。好的，谢谢啊。嗯，这儿有 EXO， 哇，여기도멋지다보면은신기하다아재밌네이런데딱걸어다니는게这边是二层的，看到这小西瓜，还有黄瓜。您好，这些都是您自己养的吗？哇，这个西瓜是在上面养的，吊瓜。吊瓜。吊瓜也是吃的吗？对，吃的。你还有养什么呀？这里面有很多那种蔬菜类的，可以看看吗？可以看，先在那看看。好，谢谢啊。过一个，过一个。哦，我第一次进这个胡同里面的。往里走，能看看。能看看？哎，能看。哇，我上面也阳台。对。啊，还有养乌龟的。我楼上也可以看看吗？可以。哇。대박이다哇，他们在养好多这种蔬菜类的，自己家种自己吃的，相当不错。你看这黄瓜，你看这西瓜，哇，西瓜好大呀、啊！这个、啊，你看这个苦瓜、香菜，哦，香菜也有，是不是？哇，香菜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啊，香菜，香菜我可以吃一个吗？成，谢谢。这是菜，这都没有过，没有打农药哦，天然的。嗯，对，哇，真的很好吃啊，这个好香啊，比你市场那个，对对对对对，哇，太棒太棒、啊、这黄瓜昨天刚摘的，要不摘的话你就吃这黄瓜比那外边的味儿。这个是韭菜吗？对，韭菜没刚刚隔着了，哦，第一天隔的，第二天隔的，第一天包饺，第二天包饺，这是今天隔完了的啊。它每天就长那么多，这一天就长出这么多。哇塞啊，真的很好呀，在家里面养这种，你看这上面空中多好。对，底下你照不着这景儿。真的是真的是，那个房子也是那种库房吗？那个是，对对对对，哦，整个上面还有一层，完了以后就给拆了，拿着手机往这从那层往那边一扫，我过去啊，有拍照的办法。我在北京挺久了，对，十多年了，一直在海淀。店也不错，海淀都是学历更高一点的。对对对，那边有很多高校，过去老皇上玩的地儿。啊，颐和园家里边养点龟，家里边又没有蟑螂，养点小金鱼，钓的都是啊，都是钓的、哦、啊，都是钓的。哇塞哇塞，好的，谢谢啊。太客气了啊，再见，过了啊。好嘞，哇，相当不错，哇、哦，这里面可以进去的呀，可以啊，进去看看，进去看看，我陪你待会儿，那太好了，太好了，有熟人陪，慢点待着。里面是现在很多那种香肠，吃的还有咖啡馆。刚您说的是那个梨弄是吧？啊，梨弄是歌剧，住所小楼被一条过道分为两排。对对，这个一条过道分为两排的，然后那个过道口。通向是仁秀路，那边是仁秀路是吧？就是仁秀路啊。二层有天井，天井是啥呀？天井啊，我真的是那个一条河的那种感觉。
啊，这个是天井。好的，谢谢谢谢啊，师傅，再见。讲知识了，相当不错。因为上次北京师傅说这个四个门挡，然后这个圆圆的是五官的，两个门挡，四方形的门墩，这个是文刻的。哎，这个我好像特别眼熟呀。哦，有一步道。和边镇吧，这个啊。你好，在这儿点餐是吗？有冰美式吗？有冰美式。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阿芙加朵，是这个吧？哎，车票。这是列车。啊啊，这原来是列车的，这个是车票。现在就是旅游的那种感觉。这个花特别漂亮。这里还有镜子，感觉有了一些镜子之后，更有那种空间感，更开阔的那种感觉。哦，这个也是镜子。哦，여기도괜찮네。이렇게차액자있고这个小可爱的娃娃야잘해놨다아谢谢아요거를이제위에아이스크림위에뿌리면되는구나우와冰淇淋滑了일단한입아쓰다구텐구텐다옹오좋다clear， 相当不错。好，谢谢啊。哎，这有人在拍照。谢谢谢谢啊。好厉害呀，这个，刚学的怎么这么好呀？简单的。这个是乐器叫什么？二胡。二胡，挺好的，挺好的。好，谢谢啊。听了音乐，所以就进来了。这个是什么乐器？柳琴。柳琴。嗯，对。哦，好听。哦。好嘞，谢谢啊。真美美，真美美。我现在来到了大栅栏间，听说当地人说大石烂，这边是大石烂还是大栅栏间？大石烂。大石烂。当地人说大石烂是吧？哦，好，谢谢啊。你也是外地人。你们都是外地人？对。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念大石烂的。大栅栏，当地人说大石烂。家人们，为什么说大石烂的呢？有弹幕告诉我一下。这边是119消防，这个传统建筑里面的。对，我今天原本打算是主要去琉璃厂，刚刚迷路了，不知不觉去了大栅栏，不知不觉去了大石烂的。好多人在这边排队啊，原来是拍这个的。这个是婚纱打卡点，相当不错。我能结婚吗？哦，这里是婚纱打卡点吧？啊，여기가그혼인登记处呢。啊，原来是这样子的。这边是婚姻登记处，所以好多人在这边拍照的。这里面好多结婚的。师傅，请问一下，这边是琉璃厂吗？那边是什么？西街东街。啊，西街东街。那荣宝斋是在那边，然后这边是中国书店啊。好，谢谢啊。中间有个桥，下面好像是写着繁体字琉璃厂。哦，这个桥真的很独特的，我新掉的。哟，我们也可以坐电梯，但是我今天要走路，多多减肥。之前这边是生产琉璃的厂子，然后后来搬到北京门头沟区那边，所以北京有两个琉璃厂。这条街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时候也是经常来的地方，还有画家张大千和齐白石也经常来这里。这里是荣宝斋吗？哦，原来是这儿。哇，我们先楼上看看。这里二层有个四合院的，这是办公的地方。听说这边复制品真的很厉害的，以前齐白石先生在世的时候也分不出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复制品。清代开始这边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这边笔墨呀卖纸的地方发达的非常好。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笔墨卖纸的一些地方。是齐白石先生在世的时候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复制品的。对，这个文员图四个人做这个笔墨的，这个复制品是82100。谢谢，再见。慢走，慢走，慢走。中国书店海王村市场，因为听说琉璃厂在辽代的时候是郊区，所以当时在这边叫海王村。哇，여기도멋있다。我是今天要买这本书《千里江山图》，这个也来一个。好嘞，谢谢啊。买两本书，好开心。现在下课了，好多家长接孩子。Hello, hello, hello.
现在有点饿了，我要翻车到了班长路，今天要吃天桥拉面。你好，要点餐。要来一份这个牛肉面，牛肉拉面是最基本的是吧？牛肉拉面加鸡蛋吗？啊，有拼盘，拼盘好吃，拼盘好吃啊，好吃，这是给你算一盘。哦，那太好了，10块钱吗？啊，你看，哦，好嘞，谢谢啊。毛豆、花生、拍黄瓜，这个是我的牛肉面。嗯，给包给包，先吃个拍黄瓜。嗯，맛있다맛집인데여기반장这个牛肉面、呀牛肉面真맛있다이게还有鸡蛋，这个牛肉面分量也是挺大的，10块钱的。哇，好浓，咖啡、花生，蘸27，掌握住了啊！谢谢啊！哇。啊，今天才让我打，我特别满意的。吃完饭了，喝点咖啡。轩南堂啊，轩南书店，是这儿还是这儿？你好，两边都是咖啡厅吗？对，两边是一家。哦，好的。这边是6点打烊，然后这边是10点。晚上10点打烊，那边是。现在几点了？我里面看看吧。可以，里面有二楼，对面。哦，好嘞！哇，太棒了！还有半个小时，这个下面也有的。哇，有，哎，멋진데？哇，太棒了！哦，啊，对面也有二楼的，去对面吧。要去对面的。哦，这个좋다。你好，楼上可以坐吗？哦，呀，여기대박이다。너무좋은데와야대박이다이거진짜这个是玻璃的哇这还有猫你好在那里是我现在坐的位置中间有个小花园请这不大谢谢谢谢啊哇대박이다这可以拿的啊这个是凉的哦，椰子香的，能够闻到的，맛을보겠습니다。哦，진짜맛있다。这甜甜的，今天天气热，有点累，但是一下子就太放松了，相当不错。好的，感谢大家今天观看我视频，我会在下一个视频中再见。谢谢关注，谢谢点赞，拜拜拜，安妞。